像郑楚耀那个傻瓜，大多数时间都是素色 T 恤或是衬衫，配上亮色系的手表，比较随性的阳光男孩风格，讨厌我的一切。哼，除了家世背景我无法改变，你不就是喜欢所谓朴实无华的小白花风格吗？这还不容易，我要改变一下造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清纯要带点性感，朴素要带点奢华，低调又不失小清新。啊，能不能具体点啊？是吗？我都不知道。如果本小姐满意的话，费用加倍。这下你应该明白了吧？哎呀，星辰小姐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皮肤好，可以走这个小清新美女的风格。哎哎哎哎，对，配上这个橘红色的唇膏。哎呀，今年正流行啊。对，再用亮亮的黑色直发。肯定要配你的，肯定小清新是吧？Let's do it。哎呀，啊，好疯啊！你可背轻一点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林小姐，您的指甲，阿凯老师说要处理掉。这些是瓦洛世奇的小水钻，可是一颗一颗粘上去的呀，那是艺术，你知道吗？小清新是吧？郑楚耀，你等着，本小姐要使出浑身解数搞定你。等到你对我死心塌地的那一天，一定把这些日子受的怨气加倍奉还。喂。喂，小姐啊，我今天约了医生要看风湿。饭后让楚耀少爷直接送您回来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林小姐，你做造型也大半天了，都没有吃东西，要不要来一点？不用了，你们先吃吧，我要继续做造型。啊。那我们自己先吃喽，走去那边。大功告成。